二十一岁 AV 女优立志上台大，透露下海三原因及坎坷背景。上大学之后，很多独处时候，练习好好跟自己相处沟通。大学生要好好跟自己练习相处，那 AV 女优容易吗？二十一岁的 AV 女优魏乔安日前在推特发出录取台大人类学系的通知，她表示：还好，我是先当 AV 女优，再考大学，这样才会是考上台大的 AV 女优，而不是去当 AV 女优的台大生。对此，台大校方回应：台大欢迎有志学生报考就读，对于个别考生是否会注册入学，学生个资无法透露。网友掀起一波热烈讨论，人类学系可是门广泛学问，加油加油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是你学长，目前是在校生，同学会很幸福吗？人类系研究如何制造人类？但悲酸先整形吧，魏乔安反击。简单来说，早就整了，不过考个大学和整形的关联是。不过三上优雅整形后，反而开启一道美丽人生。すごくいい感じの経過で、一ヶ月二ヶ月ってどんどんなんか綺麗になっていくみたいなので。魏乔安的过去其实也很坎坷，高中就读师大附中自由班的他，因为遭家暴又被性骚扰，最后选择休学。坦言自己入行的三大原因：个人兴趣、工作弹性、薪水高、个人实践理念。至于被家人发现当女优，魏乔安说，在聊过之后也从担心转为支持，没受到亲友的阻力。就凭你这对充满斗志的眼神，我肯定你是有潜力的，